性的干眼症，所以让他的眼球都变黑了，所以他看不太到。哦，大概几岁了？手术可以决定吗？对，就是先手术，然后看他是什么样的肿瘤，再看他能不能做化疗。这边上面其实有一个小，那这边有一个管子，然后其实也不太正常，因为有一个。